我叫顾西西，今年24岁，毕业2年，正在创业。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，成长在一个普通的家庭，毕业于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大学，却拥有着绝对不普通的梦想。对，我的梦想就是成为超一流的设计师。你看需要怎么赔，我都配合你好吗？我这衣服呢，买来的时候是38000，你呀、就赔我30000就好了。30000呢？那可不要30000，我这是哭泣啊，大姐，你看看这牌子，认识不哭泣？妈怎么了？把衣服洗坏了。我看看行吗？这谁啊？哦，她是我的女儿，也是一个服装设计师。设计师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妈先赔给他吧，多少钱？30000呢？30000？哎，小姐，这样吧，我给你做件一模一样的，料子用的比这个还好，而且也更加的透气，你看行吗？什么？你跟我说做一件呢？我这可是估计走秀款，走秀款。他说做一件给我，做得出来吗你？这个如果是正品的话呢，是洗不掉色也不会缩水。你这个的话，布料18块钱一米吧，我按150赔给你行吗？你，大家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，把我的衣服洗坏了，还说这是假货，有你这么开店的吗？这是一家黑店，仗势欺人，我要报警。我现在就要报警，还敢报警？哎，你说这真的是30000？干嘛？报警的话呢也可以，警察可以带我们去专柜验货。如果是高仿，我就要告你碰瓷，告你敲诈。是不是？啊，还敢报？等等，我顾西西呢，不喜欢占人家便宜，150。让开！干嘛呢？看笑话呢？这次的宣传方案，谁出来解释一下？营销部，尹总，上面的标语念一下。我要把超级品牌日百种鞋靴、珠宝、化妆品全线5折。还有一个字呢？5折起。五折起。在宣传语上玩文字游戏，你当我们商场是什么低端超市，还是即将关门的大卖场？用这种文字游戏来吸引顾客？尹总，这是个意外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意外，只有无能。加大社交 APP、电子终端以及地标建筑的大屏广告投放，另外和品牌部配合，列出一份真正五折商品的名单，以真五折作为我们的主打宣传词，执行下去。是。另外，导致这起宣传事故的项目组成员，按照公司规定处理。散会。我今天表现得怎么样？今天表现有点不太自然，要是再面无表情一点就好了。刚才显得有点过于冷漠。过于冷漠吗？明天晚上。不对。怎么了？我刚才那句世界上没有意外，只有无能这句话，应该更冷漠一点。今天晚上我帮你约了 Alex， 还有冉小姐当你的舞伴。记得帮我把签文带上，帮我准备关于 Alex 的所有资料。为什么一定要拿到 Myron B 的代理权？他是很有影响力，不过只是一个婚纱品牌而已。这只是一个鱼饵，
钓鱼用的。所以你真正的目的是 Alex 背后的 Enjoy。MaryMe 是 Alex 倾注个人情感最多的一个品牌，可以说取得 MaryMe 的代理权就取得了 Alex 的信任，离我们上世界更近一步。对了，你还要去做一件事，你去找各大代购买手之类的，重金求购一件 MaryMe。 只是我买那么多婚纱做什么？饥饿营销还用我教你吗？你说万一我火了怎么办？是不是可以考虑出道，不用做什么老板？这么费。林小雅别睡了，我们已经收到三个差评了，再这么下去我们西西和木木的小屋就可以直接关门了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，网店是基础，网店做好了之后实体店才有可能。实体店才是真正的舞台。我知道就最好了，你放心吧，等我之后 CC 开店了，我让你当我的御用模特。我林小雅还差你一个御用模特，我好歹也是一个二三线模特，知名 vlog 博主。你微博那25个真粉丝，25万的假粉丝还没有被发现。古西西，你好了 vlog 女王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小雅，近期会到一批衣服，还是先放你家啊？要是寄到我家，又被我奶奶卖了贴补家用了。顾西西，你好好看看你现在累不累啊？小雅，人生呢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。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，天上掉下个大单子砸到我头上，让我赚一笔。阿拉丁神灯，行走的少女梦，这个 ID 还真是又自恋又自大。Marry me。对不起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居然有人比我还自恋。我说的是 Marry Me 婚纱。啊？怎么了？这个人他要买 Marry Me 的婚纱，不会是骗子吧？你过来看 ，Marry Me 就是那个百万级别的定制婚纱，按照佣金10%来算的话，我们能赚10几万呢。哦，接呀，快接呀！哎呀，还接呢？你知道他为什么卖那么贵吗？因为他的设计师 Alex。一年只做12件，根本就买不到。这不是因为那个 Alex 没遇见你吗？糖衣炮弹。其实我能搞定 Alex， 我也见不到他呀。巧了， Alex 呢就在这儿，而且他明天晚上要在这儿举办一场 party， 我能搞到邀请函。要不你试试？这可能是个机会呢。你清楚 Marry Me 的价格吗？钱不是问题，你能买到吗？顾西西，我觉得他看不起你。先拍10%的定金，货到付全款。拍完了，下面该你证明自己的实力了。对呀，那我准备 Alex 的资料，马上。这是我整理的 Alex 的资料，从他的家庭爱好、家庭背景还有兴趣爱好都整理出来了，一共呢13个 G。 咖啡。医生建议重度失眠患者不要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。你已经失眠这么厉害了，你对你自己身体还不够了解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找女朋友吗？因为忙。因为有一个人唠叨就已经够了。咖啡泡好你就可以下班了。哦，等等，我刚才已经帮你选了一个代购了。代购？什么代购？就是你这上面写的。我说去哪儿了呢？这是我挑选出来最不靠谱的代购，你不会付款了吧？反正他也买不到，到时候退款不就行？
喜思成，你赶紧把衣服脱了，过来。干什么呀？脱了衣服好打架呀。你又抽什么风了？我抽什么风？是你，你把完爆明年的宣传都交给别人了，我还不找你？你听谁说的？你别管谁说的，我赢了，那明年的宣传继续交给我。如果你赢了，宣传还是交给我，但是我给你打九五折。OK。KO。明天我会让飞扬给你们准备明年的新合同。对了，你今天又上热搜了，你以后去夜店能不能？我又上热搜？不是，那我说那个是一个意外，你信不信？反正你老爹肯定是不信，他让我帮忙给你推荐一个人去你们公司做总经理。我推荐了我的大学校友穆若娜，是一位海归的女博士。还总经理呢？我看我老爸是想扼杀我的经济大权，才不是给我找什么总经理。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。你开心就好。你要穿这么好看，岂不是要出去潇洒了？带上我呀。我明晚要去参加一个舞会，去见设计师 Alex。 就他，万千少女的美梦，那岂不是一桌子都是红女绿女？带上我吗？是红男绿女。我的意思是想说，我心里面只有女人，美女。对不起，尚总，这次不能带你去了，明天我帮他预了染细微。可以啊，思成，你可翘了，约了微微了。你再不把嘴闭上，我叫保安了。保安。哎，不用，不跟你计较。再见，加油。当当当当，这些呢都是我珍藏已久的战袍。当当当当 ，LU 当季新款。LU 的设计师 Simon 和 X 有夙愿，你想害我呀？木木的当季新款，木木的柜姐是这么忽悠你的？行吧，那你自己选吧。我呢早已有决定，就穿一个未来的国际大品牌 CC。今晚这种场合不合适吧？ Alex 的 after party 代表时尚圈的大部分人都会去吧，那这是不是一个展示自我的绝佳机会啊？行吧，那反正呢穿什么我就不管了，但是这个你得拿着。欢迎再次光临，小姐。谢谢。林小雅，你私吞我公款了？就你那点钱给我，我还不稀罕要呢。这个是我一天1000块钱给你租来的，装门面用的，到时候呢就从你赚的钱里扣。没问题，加油哦。我这第一次开豪车，怎么就给我这么大一个考验？
没有事啊？先生，有没有受伤啊？别怕，不好的事情都被我吹走了。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，不好意思啊。你遇到这样的下雨天，我就会想起不好的事情。你没事就好。那个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个急事，我必须要去个地方。要不这样，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你留一个，你有事打我电话好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你那台车好像也开不了了，不如我送你回去吧。莫总，你这位小姐车坏了，你替她处理一下。啊，好，我马上叫人来拖车。那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啊，不会，也是因为我才撞到的。谢谢啊。实在是太感谢您了，我到了。别客气，我可不可以加你的联系方式？等车修好了，我想联系你。啊，好好好。谢谢啊，那我走了。莫总，他就是你要找的人吗？他好像不记得我了。我现在还在巴黎呢，因为天气原因，我实在是回不去了。那回来再见吧。嗯。看来今晚得给你找个新女伴了。哎，你好。来看这里。不好意思啊。村长这边。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回去取肯定来不及了。不行，我得找个人跟进去。就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，腰间汗都掉了。姐有些歪，不好意思。要看这里，对，在那边。叫小兰看一下，谢谢。好的，请进。我跟他一起的。Alex 人在哪儿？
哎，你好，美女，身材不错呀、哎，一起喝一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在等人。等人？人在哪儿呢？要是不在的话，我也可以陪你喝一杯嘛。啊？他在那儿。不好意思啊。哦。啊，刚才把您认成我朋友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什么样的朋友，第一次见面就要投怀送抱呢？那就是一个意外。哎，你好。来看这里。经常来这种 party 啊？怎么，想学啊？哎，你好，上次我采访过您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你和我说说。谢谢谢谢。你看我是做什么的？你身上的衣服看不出品牌，但品味不错。不喜欢与人交流，而是喜欢在暗中观察。应该性格是一个严肃严谨的人，想必应该是一个海归或者公司的高层领导吧。厉害厉害。那那个人呢？那个人就是这次 party 的主办人 Alex 先生。哦，他就是 Alex。 嗯，没想到他是一个资深的动漫迷。动漫迷？他的袖扣和领扣用的都是Jump 50周年的限量款，而这个活动已经过去2年了，他还带着他们出来出席活动，真的很资深。观察的真仔细，谢谢你啊。希望你不要太蠢。你上次发布会上的作品我非常欣赏，尤其是那个最后一件，我很喜欢。 Alex 先生你好。你好。你的衣服很漂亮，是哪位设计师的作品？谢谢夸奖，这个衣服是我自己设计的。那我们是同行啊。算不上算不上，我现在只是一个新人设计师，我叫顾西西。哎，您这个是Jump 50周年，被你识破了。你还是今天第一个看出我领结上有小心机的人。是吗？我觉得这很容易发现。还有您这个袖扣，不也是Jump 50周年限量纪念版吗？你的观察力太好了。不错，你知道很多人只是看一个表面，没想到你对设计风格还有这么多研究，真的是实属少数。我这也只能算是班门弄斧吧。一会儿我发言之后，可不可以跟顾小姐再详细的聊一下？可以吗？那太荣幸了。您好，小姐，请出示一下您的邀请函。出了什么事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艾利克斯先生，有人向我们举报，您面前这位小姐的邀请函可能出了点问题。小姐，请出示一下您的邀请函。我的邀请函在我的男伴身上。那么，您的男伴在哪儿？去洗手间了吧。您男伴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我们这里有所有宾客的资料，可以帮您进行核实。不好意思啊 ，Alex 先生，我可能要失陪一下。您不是我们宾客名单里的人，您也说不出邀请您来酒会的人的姓名。如果您还是坚持的话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们只能报警了。给我5分钟，我打个电话。Thank you.
我猜你现在需要我的帮忙。原来是你啊。还不算太笨。你最喜欢丈夫的哪个系列？海贼王。那你最喜欢里面的谁呢？二楼那位女士好像没有邀请函就进来。明白了。原来你早就发现我利用你混进 party 了，但是你没有揭穿我，现在还坐在这，说明你也有事需要我帮助，对不对？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尹思辰。我是顾西西。你好，顾西西小姐。说吧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？我需要一个得到 Alex 赏识的人做我的女伴。仅此而已？你刚才在 Alex 面前赢得了这个机会。所以说 Alex 是动漫迷这个事情你也是故意透露给我的？只要你配合我，我保证不会说出去。真无耻。考虑清楚了吗？顾西西小姐，准备答应我了吗？非常感谢你们的负责，但你们的行为让我很生气。我们走吧。等等，管住我。你要干嘛？你还缺一样东西。低头。不用知道。啊！咱们好久没见了。是啊。上一次。Alex 先生。是啊。您的带的伴跟上次一模一样。原来顾小姐是尹先生的女伴，难怪顾小姐不方便当着大家说。我今天晚上没有看见你，以为你没有来呢。怎么会呢？我穆安茂还是很希望和 Alex 先生合作。您的邀请我当然得到。顾小姐，你怎么会有这个项链？这是我送给她的，年前去西班牙偶然间一个拍卖会上碰到的，当时见到这条项链的时候就觉得特别适合西西，于是就立刻拍下来送给她。没想到这个项链会到顾小姐这里。这个项链有什么故事吗？我的妻子是一个珠宝设计师，这个项链是为了我们结婚纪念日而设计的。她去世之后，我就按照她的遗愿将她的作品拍卖。我没想到这个项链会机缘巧合地到顾小姐这里。那这么说的话，真的是很有缘分啊。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还希望二位能够成全。我希望顾小姐带着这个项链能穿上我新设计的新品跟我一起上台，也算是对我亡妻的一种致敬。我 Alex 先生，我们当然十分愿意把项链借给你，但是上舞台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请专业的模特来做比较好。
虽然我没有上过台。怎么了？你胃又不舒服了吗？我。你要不舒服，可以先回去洗洗。艾利克斯先生不会怪你的。艾利克斯先生，非常抱歉辜负您的赏识。西西的身体不太舒服，我先让司机送她回去。郭小姐，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。哎，你等等，我们的交易还没有完成啊！你刚才没有看到艾利克斯的眼神吗？他不过是希望我戴上这个项链，然后穿上他设计的婚纱，站在台上纪念他的亡妻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的计划里没有这一项。你的计划就是利用 Alex 对他亡妻的感情，然后拉近你们的关系。我的计划只是谈成这一次的合作，并且我不会允许任何一个扰乱我计划的人存在。你这个人是不是没有同理心啊？舞会结束了，再不走，你的南瓜马车就要限行了。啊，你这是过河拆桥！喂，怎么样？我已经成功的让 Alex 认识了我。可以呀，你那婚纱呢？我刚才被一个特别自以为是的人利用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个婚纱。这个婚纱我今天我就要定了。看来有人成功激起了你的斗志嘛，有好戏看了。对啊，通知法务部，准备 Marry Me 品牌入驻的协议。谈成了？还没有。不过，他明天早上约我吃早餐。一起吃早餐，那不就是谈成了？下面有请 Alex 先生上台讲话。很开心呢，大家参加这次发布会的 After Party。哎，你好。今天你好。很有幸碰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女士。我项链好像丢了。项链丢了。她是我创作的源泉，也是我创立 Marry Me 这个品牌的初衷。总之来说，今天是一个美妙的夜晚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。Alex 先生，这位女士的项链丢了。不好意思，打扰大家一下。这位女士刚才在洗手间的时候，不慎将一串项链遗失了。如果有谁捡到的话，请交到她的手上。说不定有好心人帮我捡起来了呢。西西。嗯？你刚才上厕所太着急，放在我这儿，忘了。哎呀，是这样啊。那我真的是记性不太好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一场误会，那就没事了。不好意思，艾利克斯先生，我之后呢一定会好好保管这个项链的。但我突然想到，和这条项链最配的莫过于一件 Marry Me 的婚纱了。但我听说您的婚纱特别难买。不知可不可以卖给我一件？没问题，这个酒店3303房间，明天你有空的话可以随时过来。啊，太感谢您了。二位就好好享受这个美妙的夜晚，我就不打扰了。请你跳支舞吧。我要走了，我再不走呢，我的南瓜车就要跑了。既然都回来了，把烂摊子收拾完了再走。
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擅自行动，会有很大的风险。你拿到了你想要的，我也拿到了我想要的，合作愉快。别高兴得太早。